陆小姐，你好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有关林宪的重磅消息？林宪要和我的好朋友庄小满求婚了，就在这几天。我不相信林宪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他不想要挽救林氏了吗？这个消息千真万确。 我今天来通知陆小姐，就是希望无论林宪和你有什么样的勾连，都不要牵扯到我的好朋友。500万。什么？我给你这个数，帮我破坏他们的婚约，让林宪离开庄小满。陆小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瞧不起人了？ 反正你也不希望你的朋友庄小满受到牵连，这笔买卖你不亏。他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样，500万，再加陆明资本项目部总监的职位，足够你在海市站稳脚跟了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。 小满也不会被那个渣男伤害，一举两得，成交。